けど。シャボンケット。哦，谢谢 I Love You Five 粉丝团，谢谢青苹果送的甜蜜之吻。哦，这是什么七七七？谢谢，谢谢本丸送的爱你哦。大家晚上好 ，Hello 翠翠。炫炮框，什么炫炮框？哇，真的是炫炮框哎！现在才看到，吓得我充电线都掉了。哎呦，等一下，充电孔在哪里啊？吓死我了！有在充吗？好，很好。哇，炫炮框！哇，炫炮框！因为是第一个罐头哦，所以才七七七。今天演讲也是叽啦叽啦，叽啦叽啦。我今天没有戴眼镜，完蛋！我没有戴隐形眼镜，我什么都看不到。我要离这么近才看得到。七七七七七，然后我就一直算。我觉得我下午那科是线上考，然后所以反正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没有睡觉，因为我怕那个醒来之后我就会记忆丧失，所以就一路从早上然后考到下午，然后考完之后就下午那科是在家里考，然后下午考完之后就直接躺床了，就砰，然后就开始睡觉，断线断线断线断到刚刚，不要不睡觉，不会啦，一天而已，然后再吃饭饭。在吃饭饭，对，我又在吃饭饭了。哈罗大家，还是去戴个眼镜。可是我戴眼镜，我觉得不好看。我想到一个点子，我眼镜呢？眼镜，哦，眼镜，每次起床之后都找不到眼镜，眼镜在哪里呀、啊？喂，你有看到吗？这是眼镜吗？真的耶，这是眼镜。嗯，谢谢。嗯，眼镜。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呵。哦，戴眼镜舒服多了。但你们会不会不知道我是谁？应该没有这么夸张吧？上了一个眼镜。大家晚安，眼镜在哪里？绝对难不倒你。每人起床都在找眼镜，哎，真的是。我想到一个，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就是，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眼镜特效？你看，哎，不行，我现在有心之光，看不出来。啊，胖胖今天要干嘛？小啾，我今天一直还债，一直还债，一直还债，耶！今天就是还债日，然后我要先把饭吃完，不然晚一点就又要睡觉。胡子那个吗？这不是，是一个那个霸道总裁。嗯。有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过来了。他也太假想起什么概念？对啊，什么概念？我好好，我怎么会有香菜？我已经变成香菜检测员了，无所不在的香菜派，好可怕！而且是看不出来那种，太可怕了吧？我都吃了这么久，现在才注意到，还是我刚醒来，所以没，就是刚刚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很呛的味道，那一定就是香菜，太可怕了。好吃，它是排骨吗？还是猪排？今天胃胀气吗？就睡觉。又新武昨天也胃胀气耶，你还好吗？我胃胀气都会热敷，然后冲热水澡，然后喝热水，这样会好一点。介绍给你知道，再痛下去就是直接吃胃药。很多新之怪呢，阿里嘎多，是之前新来的那个猪排吗？你说他吗？阿班期中考如何了？学分 get 到，感觉就是学分 flying get 到，没有问题的，硬要打歌。今天还在家吃饭的同时要。听一下我最近都在听什么歌，有点太大声。先从 NMB 开始放。最近是一个我推开始站 center 的人生幸福时段。香菜真的不好吃，非常难吃。我是香菜检测员。学费可以提早入手的吗？还没啦，其实是还没啦。可是应该是可以 get 到 NMB 对，我很喜欢姑姑呢。所以阿胖刚刚默剧在演什么？我在说小啾不可以，因为我在吃东西就睡觉，懂吗？我就表达了个双眼镜很好玩的。谢谢 Marty 送的草莓。小啾不可以，因为我在吃东西就睡觉，不可以睡觉。喜欢这首，大家可以去看 MV， 我觉得就是。那个亚妈妈的阿雅哥三哥，我们亚妈姑姑那三，他们两个就是占了双 center， 在这次新单曲里面占了双 center， 我觉得超级无敌可爱，超级无敌香 ，MV 也很好看。谢谢祥旭，我好像很久没有戴眼镜直播了，对不对？你们是不是看人会不习惯？我整个就是读书模式哎，今天就是个读书模式。我告诉你们，还有个香菜检测员的故事。我前几天跟姐姐还有姐姐跟麻友，然后一起去吃了凉面，然后他们说一个泰式凉面很好吃，然后我就问麻友说：“麻友，那个泰式凉面有香菜吗？”他跟我说：“没有啊。”然后
他跟我说他也没有很喜欢香菜，所以应该是吃得出来，应该是没香菜。然后结果那个姐姐就讲说，搞不好他是打碎搅在酱汁里面呢、啊。然后就上桌之后就变成阿潘检测员拿着筷子，然后就这样戳，然后吃不太出来。然后就麻油就夹了一根那个有沾到酱的小黄瓜给我，然后我吃下去之后就，对，阿潘近视好说要用两副眼镜，懂不懂？这个近视超重。Hello， 阿华，我现在根本是香菜检测员啊，有眼镜哎，对、啊，而且还是两副哎，有没有很羡慕？香菜神农氏是你，我真的觉得很可怕，我的味觉到底怎么了 ？Hello， 雨铁熊法官。哇，可爱可爱。不羡慕，感觉眼睛会一直撞到。你说两个眼镜会一起撞到吗？就是扣扣扣的，应该还好。刚睡醒吗？还浅？对啊，我刚睡醒。我今天考了两科，然后下一个考试是礼拜五。对，阿潘感觉有点开心哟、哦。发生什么事了吗？考完试了，当然开心啊。考完试了，谁不开心？哼，考完试了，超开心，好不好？有种学分就 flying ghetto， 完全忘记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期末考，分不清楚哪个眼睛是真的了。这样温习时间挺多，我上礼拜就开始在读书了，下礼拜上上礼拜就开始读了，所以就是这次考还算是有把握，就是我现在就是不求高分，咱们求安全毕业。都考完了吗？剩一科，礼拜五早上，可是也是那个线上考试，对，我只要可以起床就好，就是要加油起床，然后还要加油读书，剩，算算明后天可以读，那科虽然比较难，可是如果是 open book 的话就是因为那个。如果线上答题就等于是 open book 嘛，就是我的讲义就在旁边就可以看，就是会比较容易找答案这样。主播为什么可以用两个眼镜特效？因为这是阿潘绑定的，只有阿潘有，呼呼呼。开始造谣，我要打那个什么啊？哦，嗯，怎么打？我每次要打这个都不知道怎么打，啊打啊打！再来第二首，听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 equal love， 就是等于 love 等爱等爱团，然后爱的我推就是 Yuri Yuri this， 然后。就是他们最近在 YouTube 上面抛了一支影片，是4月16日上传的，然后这首歌叫做《君と私の歌》，真的就是伊尤里我推来哟，想想想。所以我说最近就是一个饭什么团都是刚好自己推战神团，我觉得很香，可以。主播眼镜好潮，想知道哪里买的吗？请洽这个这里。Hello， 顺义。Hello， 叶怡晶。Hello， 谢谢青苹果送的掌声鼓励。名一八八一八八一八八。要拍哪时候战旗呀？不知道哎。
们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不是，还有 Happy Love， 你第一次来，你哪是第一次来？翻译橘肉，吃一下，吃一下。谢谢 Happy Love 上的告白气球，我是说。我变瘦了，我从46公斤瘦到44.5公斤了，我变瘦了，呜呼！我努力了，所以要把它吃回来了，太快。常跳舞的关系吗？应该有哦，就是一直运动，然后晚餐吃很少。明明没喝醉，怎么也在晃？喝太多了才会觉得我有戴两副眼镜，我今天就戴一副啊！你们好奇怪哦，你们好奇怪，我只是开了眼镜特效而已啊！看到两副的大家眼睛都这么了，那赶快去预约看一下眼科，知道吗？看了10分钟才发现这个特效是假的眼镜，你说这个吗？这个这么假哎！来看阿潘眼科，阿潘眼科就是这样，就是会跟你说，这是一，这是几，这是几，然后一直会，这是几。我是听说人家喝醉，然后你跟他说就是这是几，会觉得就是你在就是 Are you kidding me？ 我是喝醉，不是智商掉了这样。那信伟喝醉的时候看得出来这是几吗？还是你先去喝一下，一直换谁看得到？听说如果真的对喝醉的人这样做，他会很生气。就是 我只是喝醉，又不是没智商。我都比武，不管说对说错都掰下去。痛！阿潘眼科护士是语录吗？
没有这么好的。语录是我秘书，只有我可以看到。信伟喝醉就看他有没有在 DC 讲话就知道了。你们很嘴耶，喝醉的人挖包机挖包机挖包机。我等等去你家比比看。护士，我觉得麻油来比较适合，先不要这样。都快是成年人了。雨露是护士，你是医生。如果阿潘是眼科医生的话，我应该会这样。哎，你的眼睛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一直戳，一直戳。嗯，超糟糕。你您怎样？怎样？有事吗？没事嘛，就是总之先戳瞎了就看不见了，就不会有事情了。什么？什么这个梗阿潘不知道？什么思考一下？什么那是什么？就是每个来的我都教他买两副眼镜，不管怎样我都跟他说，你买这两副眼镜，眼睛的所有疑难杂症都会治好。好好脸小伟，叔叔，还有小河，超晃的，嗨起来！晃到我都晕了，你不晕吗？不晕呢。还有柳晨，虫虫，你怎么会有我自己煮饭的？为什么会有我会自己煮饭的错觉？大家快告诉他，阿潘的料理实力在哪里？快告诉他！眼镜浮在空中，我真的要去看眼科了。可是我觉得这样蛮好玩的，不管，我今天就要这样。我剩一点点就吃完，我今天吃猪排便当。可是刚刚被你吃到一点点香菜。嗯，真香啊！死板板板，实力就是拿出钱包用买的。
你们是富豪刑事看太多吗？你知道最近有一出动画叫做富豪刑事，它好像是小说改编过去的，然后就是一个警察，然后它现在动画也才出到第二集，所以我也是什么事情都还不知道。总之他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付钱就对了。然后他的账户存款是就是无极限，我真的很傻眼。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像他要追犯人，他就路边找一台跑车，然后跟他说我跟你买你的车，然后人家就很傻眼，然后想说我用两倍价钱跟你买，然后人家也是不卖，然后他还讲说十倍，你把你的账户拿出来，我马上汇款。然后就会过去了，我傻眼，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不是深田恭子演过的吗？真的假的？我是因为那个，就是男二是妈妈陪的，所以我想说看一下好了。我很傻眼呢。阿潘的牛排算可以啦，耶、来去看一下阿潘甄选时期的料理课题，先不要，厨房会痛。阿潘煮给我吃，我就知道实力如何的。来啊！我是建议你先准备好胃药啦。阿潘煮的牛排，我觉得我煎的牛排超好吃。你们不是说那个上面有两种熟度吗？哎，那个比较焦的那个是我哥煎的，我有提早翻面，所以看起来还是非常之 juicy， 鲜嫩多汁，可口美味。哼哼。我肠胃还不错，来吧。好伤心哦，你这样讲，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Hello， 史托尼，好吃肉。反正我哥又不在这边，我甩锅底给他，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办法洗白，就这样吧。哦，是冰淇淋。晚安潘，晚安冰，还是晚安 skin， 哪个比较好？晚安冰，这样好了，晚安冰。豆皮安安抱着必死决心吃牛排，然后你就会喷出火来吗？衣服还会爆开？先不要。我觉得我煎的牛排好吃，可是三分熟到底什么概念？三分熟不会都是血吗？富豪刑事最有印象一句，为什么要为了几亿元而犯罪呢？嗯，我还没看到那里，我只有看两集，啥都不知道。我真的好想和西美果吃宵夜哦。你好，是看到人就一定要说晚安吗？晚安病。哎，对，晚安病是什么啊？讲完晚安病之后，突然觉得好奇怪，晚安病是啥？晚安病，看到人就会想睡觉。晚安，看到人就晚安。粉色三分熟，三分熟不是就是很多那个血水吗？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五分熟，然后我有点无法接受三分熟。阿潘可以去找看看深田恭子演的，我觉得有把那个浮夸演出来哦。可是深田恭子就是演那个后亚郎吗？我看的那个动画，他那个后亚郎是男生呢，还是他是故意的？就是动画里面故意把男一男二都做成男的，把两个主角都做成男生，这样子就可以赚腐女的钱，是这样吗？对，啾啾写的影片有说那不是血水，那不是血水哦，那是肉汁。那是肉汁 ，Oh my god， 真的假的？可是，我觉得，
哦，好吧，那我下次尝试看看好了。三分熟到底什么概念啊？日剧改编的吧？是吗？可是，我记得好像有写是什么文库的、啊，那是肌红蛋白，太专业了，月月，打妹打妹，为什么大家突然开始打妹打妹？嗨，楼上听打妹打妹，我不能吃牛排，吃了会躺地，为什么小白兔？小白兔，对，不对啊，有人会对牛肉过敏吗？大家很期待阿潘的料理，阿潘的料理就是黑暗料理，那个煮完之后一锅紫色回来冒泡泡。日剧把主角改成女性哦，所以其实是日剧改的，所以动画这个性别才是正确的，竟然是双重眼镜，哎，国术一下就看出来了，太好笑了，被发现了。我超爱吃牛肉，我不能吃牛会拉肚子，真的假的？吃不了，我以为大多都是因为就是有些人不是说家里是就是以前是做农事的，所以就不能吃牛这样。有些人是因为这样，对不对？吃了会出车祸，所以哈，吃了会出车祸是怎样？什么意思？哈？对对对，家里种田不能吃，有些人好像说，就是以前，就是家里以前是种田的，所以就是世世代代都不可以吃牛这样。应该只有不能吃，会过敏的应该没有。那小白兔那个吃了会出车祸是发生什么事？太可怕，吃了会很衰，真的假的？我阿嬷都说跟佛祖请假一下，跟佛祖请假一下。跟佛祖请假一下，很有趣。你们家佛祖很不错哦，人很 nice。有我会过敏，上庭对牛肉过敏 ，what？ 我家种柳丁不用牛。讲到柳丁，怎么感觉好像看到某一个观众名字，好像叫柳橙，所以你是把那个柳橙种在你家树上吗？佛祖会准假的吧？大概有假单吗？我阿公都叫我不要吃牛以示尊敬，然后叫我去买牛肉面给他吃。哈喽，实在哈喽。下礼拜请你吃饭，你们是要约去吃牛肉面吗？还是要约去吃牛排？然后阿六就啥都不能吃，这样太难过了吧？我有朋友也是这样，也是不能吃牛肉，也是说算命还是神明说的，吼。可是大家都相信算命这回事嘛，就是那种什么路边100块那种。我朋友说他有一次遇到那个路边算命，然后那个路边算命就跟他讲说，年轻人，我帮你看一下你最近运气好不好，这一次只要200块。然后就我朋友就不理他，然后就继续往前走，然后他就讲年轻人100块就好，可惜牛排不在这，不然就可以现场直接抓来吃。但哎，对啊，牛排煎好危险哦。真的要说的话，我对过敏检测表上的全部的东西都过敏，有这种事吗？不是一个人就是哦，好像是说一个人最少会有3种过敏源，可是没有说最多到多少种，对不对？什么都要拍得过，你要跟我尊敬在哪里？好笑、哦。感情问题一律建议分手，100的我都不相信，1000的我才相信。啊，搞不好是敛财啊！我看你骨骼惊奇，这里有一本《半价的诱惑》。我对红萝卜过敏，我对香菜过敏。乱说话，我对香菜过敏。可是我好像会吃，就是。我有几次去吃意式料理，然后我不确定是哪一种香料过敏，就我不确定我是对哪一种食材或者是香料过敏，然后我隔天就会，也不是隔天，当天到隔天就是差不多会有维持2天不舒服的时间，就是会有点
像星际吧，有点星际，也不知道是吃到什么东西，现在也不知道。可是听说去那个去医院检测过敏的，好像超级无敌贵。阿潘喜欢火锅加芋头吗？超好吃，加都加。吃凤梨舌头会破掉，是过敏吗？不是，好像是因为凤梨的纤维太粗了。算命感觉都是参考就好。そうなんだ。Hello， 铃铛波仔。好讨厌哦，都不能吃凤梨，哦，是因为酵素哦。听说日本人喜欢来台湾算命，为什么？吃凤梨鼻子好像很会冒汗，我超喜欢吃凤梨耶！最近才喝了那个，又是那个大鼻子，对，大丸子。我们统称大丸子好了，避免广告嫌疑。大丸子最近出了芭乐加凤梨的组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凤梨，就是最近的凤梨还没有那么好吃，然后它味道就全完完全全被那个芭乐盖过去，我就只喝到芭乐的味道。对，这是账单，这个白板现在是账单。狂暴式擦白板，完蛋，再吃完两口饭，
就要开始还债了，就要面对现实了。在这之前，感到心情欲足，要还债了，心情感到欲足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去买扇子啊！你们去买扇子，快！他戴眼镜了，他戴眼镜了。哎，阿潘，你怎么戴眼镜了？哎，阿潘，你怎么戴眼镜？你好奇怪。你好奇怪，你为什么戴眼镜？这是浮水印啊，这个买了就没有这个。你们要去除浮水印，要去官网上面订购就会去除浮水印。如果要消除这个浮水印，请大家去官网上面订购哦。你的扇子怎么有眼镜？这个是浮水印，这是就是浮水印上面不是都写 sample 吗？这就是 sample， 懂吗？这个眼镜就是 sample 字样。大家给我去买起来！买起来！买起来！卖起来！哎，背面是这样，可爱的小鹅，可爱的斗牛鹅，而且我很喜欢，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奶茶色吧。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就是我穿搭很多时候都是这个色系。眼镜上要加“提供”两个字吗？可以，我觉得可以。觉得很素，可是蛮可爱的，就是跟那个跟夏日祭典完全是不同感觉。背面好像格子松饼，感觉很好吃，对不对？以后自己画眼镜可以不要吗？那你可以买两只扇子啊，一只画眼镜，一只不要。记得连指甲彩绘都是，对啊，我就很喜欢奶茶色系。要开始还债了，还债之前喝个茶茶。便当盒10元收，嘿嘿，卖没有啦。去买一些写真。阿潘什么时候发雨衣的配？阿潘其实有发蛮多那个信件给姐姐，可是可能就是姐姐最近比较忙这样。擦嘴巴，再不发就又要明年发了，就是不可抗力因素。
不可抗力因素。那个信件一定就是一默默一秀，默一秀干的点，那后不你秀干对吧？まだ読んでいないだから，なんか忙しいみたいだから。いや確実に写真と文章とか全部お姉ちゃんに送ってでも返事が来ないだから返事来ないだからしょうがない多分20円くらい10人ぐらい送ったんですけどだから返事が来ないだから直接に読んだらその可能性も、それもいいんですけどでもなんかこの前もよくこういうことは起きてなんかずっと LINE 送ったら迷惑かけるかなってもともとの計画はもともとの予定は今月の生写真の、更新、生写真の更新の前にあと2分ぐらいあるんですけどだからちょっと時間ちょっとだってまだ研究生だからしょうがないっしょまだ研究生だからしょうがないっしょしょうがないわとりあえず待とう大人の事情だから何もできない多分自分なりに全ての努力はもうやれることはもう全部やったんだけど急にニャー全てわかる全て聞いたらニャーもう작은메르자연주자나이와で大人の事情だからもうドキドキにはちょっと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わたくしを探しているのかにゃん太長はは最初そう言わへんからちょっと困るんですけどでも最近も他の仕事があってだじゃあずっとアパン脸皮薄所以脸皮神奇薄的我おったまげ
すべて聞き取れた日本語学科の人。不止一个人去，而找个更近的去。みんなで一緒に話そうかな。でもちょっと、言えないことばっか。あったまげー、言えないこといっぱいあるんだ。ただ勉強生の問題じゃない。だってもう、全ての研究生はこういう形、インスタ更新をすることがないだと思う。もうルールわかんないだから、今はちょっとルールわかんない。以前はルールはちょっと明確で、ね、超明確だから、でも今はちょっとルールわかんない。だからもうやれることは全部やったあと思う。で、自分なりになんかダンスとかもいっぱい練習した。歌とかもいっぱい練習した。で、アイディアとか計画とかいっぱい考えました。とインスタの更新も頑張りました。だから今はちょっと自分なりに満足な状態かな。自分なりに。でも本当に最近は会えないんでしょ、会えないでしょ。お互いに辛い時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なんか更新してないのはちょっと、まあちょっと申し訳ないだと思うんすけど、でもまあ大人の事情だから、なんかあんまり、ちょっと、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の、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の、なんか自分は騒がしい子に、騒がしい子にお姉ちゃんに思わせたくない。だからちょっとおとなしい子に演じしている。演じじゃなくて、でそういうお姉ちゃん好きな子になりたいなって、ちょっと大人にしようだから、みんなもわかる人もいるし、君のことを思い出すと辛さとか感じないよ、大丈夫。本当？なんとなくわかる。大変だね。お互い、そっちも大変なこともあるし、だから私はあんまりそういう悩みとかはあんまり言いたくない。あんまり言いたくない。変わったことは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ですね。今日全部日本語じゃないんですよ。说不定别人也有相同的困扰。对啊，我那几秒子。ついていくから大丈夫。ありがとう。こっちもちょっと、最近はお悩みがいっぱいなので、でもあんまり言いたくない。
大したこと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だから。確かにみんなに会いたいけど、同じ空の下で頑張ってるじゃん。そばにいると同じ。ありがとう。阿潘朵戴两副眼镜。什么？我就戴一副啊，是不是你眼睛不太好？那我要去找你爸下来帮我翻译了。天主。我也看不了，听不太懂，这样还能挑战 N1 吗？哦，我觉得是我的日文没有很好。このもやもやめっちゃわかるんでしょ？でしょうね。あ、何も起こってないのに、何も起こってないのに、ちょっともやもやしてる、もやもやしてる。心の距離がない。日本語の発音可愛い。いつも癒される、癒されてる。ありがとう。どうや、ちょっと没看到你们。だからインスタの更新とかもう、もうみんなに、うん、聞き取れたくない。ではなくでも聞き聞き取れたくないなってドキドキ思いましたよ。とてもいっぱい努力した。明日もあの今月の計画を編集しなくちゃ。明日も予定もあるし、毎日忙し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でも大人の父親です。不可抗力のこと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とにかく頑張る、頑張ります、とにかく頑張ります。いやー、来本当だ。とにかく頑張りますわ。頑張る以外のことを知らない。頑張っててね。我觉得我写起来会比较好，因为等一下白板就要被擦掉。等我一下哦。写什么？超好笑！仕事の一部だから、やはり言い出したいことだから、なるほどあるよね。仕方ないよね。仕事だから。ててね。まあ本当にこういうの言いたくないですけど、でもまあ
もうやれることは全部やったんだから、やったんから、なんか卒業しても後悔しないだと思う。もうやれること全部やったんだから、いつでも全力でやったんだから、はい、悔いはないだと思うよ。あ、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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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っちの話じゃない。ただ、最近の気持ちだと思う。最近の気持ち、人生はそういうものだから、慣れればいいやそういうことだね。それでも応援するわ。ありがとう、優しい。目の方に言えないなら、せめて友達やメンバーに話そう。もうすぐ大学卒業するじゃん。だからいろいろ考えている。そう、いろいろ考えている。はい、行きましょう。我先从欠最久的阿尔法。阿尔法在吗？ Hello0409的先，是的，我先阿尔法，三次都阿尔法，超不好意思。Hello， 阿尔法，阿尔法，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か？我在上班，我可以把一次的债送给叔叔吗？还是那个债欠久才会香，越存越香，叔叔都这样说了。那我先画别人，没关系，我先画别的，我先画别的。等一下，那我要先拿平板。这里没有叔叔，真的吗？这里没有叔叔吗？我去欢乐送一下，等我一下。没有叔叔就没有奖励了。等一下休息，我就黑人问号。那我先画 Martin， 等我一下哦。希望我画的是阿潘穿某一套球衣的样子，是你的，是我的。我来画，这是一个，这是足球队的吧？谢谢豪哥送的麦克风，ありがとう。哇，今日本当にありがとう。仕事ないからちょっと大人の事情だから。那个是足球小将吧？这是足球小将吧？对吧？这是足球小将吧？是足球小将哎，他有出成实体球衣，是吗？还是这个其实是某一年什么国家代表队衣服？然后我现在在各种
孤陋寡闻。我没有看足球小将耶，足球小将是比较真实啊，就是跟我看的那个超次元足球之类的比较不一样。超次元足球，如果是足球的话，裤子应该是松紧带的这种。我是怕阿潘太困扰，工作时间很乱。不会不会不会困扰，不会困扰的，绝对不会。阿法不要这样想，阿法开心最重要。记得不是有十二头身的足球漫画吗？是吗？足球小将不真实的是他的头身比，真的假的？只要多试几次吹口哨，真的气得飞出来。我们最近因为那个coronavirus， 因为 coronavirus 的关系，就是我之前不是说过，我们就是游泳课变得不能下水，然后我的游泳课现在是变成桌球课，然后我同学就是修别的时段的那个游泳课，然后他的游泳课现在就变成足球课，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就是还是要把毛巾跟蛙镜带去，然后把毛巾披，就是你把浴巾披在你的肩膀上，再戴上你的蛙镜，然后吹个口哨，你就会踢足球啦。只要学会吹口哨踢足球，绝对难不倒你。超好笑，不是。不是我在上那个足球课，是我同学，因为他修别的时段的游泳课，然后他们的游泳课变成足球课了。因为他讲说，你一定要记得把你的浴巾跟你的蛙镜带上。这是啥怪想象？带着蛙镜踢足球吗？不用踢啊，讲什么？就吹个口哨就会踢啦，就会进咯，就会 good。 ここは赤ですよね。ね、ここで、はい。で、次は、ここは赤。ここも赤。あ、複雑でしょうね。所以其实足球小将的剧情是比较科学的嘛，相较之下，下面默默的出现了某个不能画出来的商标，哎，只能用三角形代替它，没关系，白板能画出来精细度也是有限。不小心就是自动播放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走这个风格的，就我一直以为就是看歌名看不出来是这个风格。流线型的设计是吗？哇，Thank you.
で全体は青のデザイン。一緒。我觉得闪电十一人跟网球王子还有黑子篮球都差不多真实啊。哈哈，踢错球和老虎幻觉其实蛮不科学的，是吗？我很认真在还债今天。真的假的？所以其实足球小将也有奇怪的幻觉。我一天要出门的时候，看到我弟在看黑子篮球，然后这个故事我讲过吗？我不记得我没有讲过了。就是我一天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过黑，就是他说在看黑子篮球，然后我想说 你看过了吗？然后他说没有，他也没有完全看过。然后就问他现在播到哪，他就说在打赤丝，然后我就阿卡西萨嘛，然后我就出门了。然后我回来之后就问他说，怎样，那几集播完了吗？就是 还有的看吗？然后就跟我说还有的看啊。然后结果我就默默站在那边看了一下电视，就接下来播出明明就是美食猎人，唬我啊。然后我就看到他拿着一颗篮球，然后一直蹦蹦蹦，然后跑来跑去的，然后边看美食猎人，那个画面其实蛮冲突的。也是，其实好像也还好啦，就是他只是我有一天回家，然后看他在看那个叫什么什么龙什么死的，就是也是很油的那种动画。然后他那时候才小学四年级吧，我就觉得小学四年级看这么油的动画真的歹就不吗？他比我想象中的还油欸。说自己的弟弟油是不是不太好？可是我好担心哦，这个年纪看这么油的东西真的呆就无吗？决定先把花纹擦掉，等一下再补上来，不然上色会不好看，会全部糊掉。很油，很油，就是你看到小学四年级，然后再看他看那种后宫卖肉番，正常人都会担心吧？很油欸，就是真的现在最经典的那种啊，卖肉番。刚刚上面花样怎么画？忘记了。盖错盖子。对，我没有盖错盖子。傻了。那个三角形，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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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惊喜吧 ，Hello。你要想，他真的小事不看，国中也是要看的。哦，也是啦，全集中还债。对啊，我现在是贪吃入戏，全集中还债。哦，我真的太聪明了，想到用这种方式。回，回。吼吼，太长了，太长了。この色で最後は顔ですよね。顔。ああ、忘記画花纹了。忘れた。で、ここはこんな感じで。はい、最後は顔。かな、はい、出来上がり。ハロー、オファー。ハハロー、マーティン。请签收。我这边直接用那个，就是我直接用卫生纸，然后折成很小的角，然后用擦的方式。我脸上好多东西哦，谢谢灰先生的口罩。はい、こんな感じです。我们要防疫，没错，我们要防疫。谢谢阿基送的掌声鼓励。はい、こんな感じでーす。じゃーん。はい、次行きます。次行きます。次はイエイイエイ。と探してみるね。希望我画什么？是不是还没跟我说？啊，谢谢 Marty 送的告白气球。为什么在我低头的时候，替身跑出来闹了？替身很坏。嗨，月月希望我画什么？呢呢呢呢呢。还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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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辑，一进来就卡成马赛克，真的假的？怎么会这样？
我的赞应该可以集成一颗元气弹的，你说这样吗？砰！月月在吗？来唱歌好了。什么？月月来了，剪刀石头，啊，来不及了。妈的的呢？哇，最近この歌大好き。本当だったら明日会えたね。楽しみだったんだ、ずっと前から。悲しい出来事も、辛い日々も、こらえた気持ちが、今さら染みてくる。誰も悪くない、分かっているよ。君への手紙は長くなってく。紡いだ言葉花びらになれそう大きな花束届けるしてみる綺麗になった部屋なぜか寂しい口ずさんだメロディーはやっぱり君どこかで同じ曲歌ってるのかな気づけば誰はオレンジになる西日差すこの嫌いやだったなそんなことさえ忘れていたんだああ週末は君でいっぱいでハートのかけらを全部集めようそれはきっと眩しい光になる頑張る君にプレゼントだよ今はどこにいて何を思ってる僕はずっとずっと君を
最近在听太阳的歌，不然就画太阳阿拍。太阳阿拍蛮好啊，求这首曲名，这首歌叫跑调了。这首歌叫做月に愛、月に愛だとき、月に愛だとき、何を話そうか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歌词。はい。次行きます。太阳的阿潘，很适合那个最近就是 Mamo 出的新歌，硬要提 Mamo 哎，那个 Mamo 最近出的新歌叫做《光さす方へ》，然后我觉得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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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敌好听，每天都狂听的那种程度。偷偷的趁着期中考读书的空闲时间练了刚刚唱的这首歌。啊，至于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大家自己去看歌词啦。嗨，画画，太阳的阿潘。太阳的阿潘是什么？太阳的阿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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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先画一颗太阳就对了，先画一颗太阳就对了，跟太阳公公 say hello。想到了，的心间，我好认真哦。什么在奇怪的地方出现了眼镜？对，中文的意思是迈向光芒。
好像很久没有很认真画画了，やば、楽しい。はい、こんな感じかな。はい、やばかな。莫名其妙就想到了你，哈哈。那感じかな。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画一幅这样的画，然后就是。以前在准备大考的时候，有一张类似这样的画，然后一直贴在我的，就是一直贴在我的那个桌布下面。桌布下面就是那种透明桌垫的下面，一直有一张图是长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嗨，看那看街，然后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嗯，元気出したね。到吗？哪有呢？哪有什么？はい。次行きます。衣服不一样啊！被发现了。晚安，晚安。希望月月很喜欢。都有发了新歌，开心开心。最近就是各种新歌连发哎。不是，只是红色帽T，只是一般的红色帽T，因为我很喜欢穿帽T，觉得很放松这样。はい、次行きます。はい。阿法有空吗？还是我先继续往下画？阿法可以慢慢来，没关系的。我的键盘好像又有点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怎么戴两副眼镜？被发现了。今天就一直都这样超好笑，我今天就一直这样，然后一直装蒜下去。
绿草地的另一套。啊，思い出した。啊啊啊！印象ある。有，这个有印象，而且这套好像还蛮简单的。那时候头发很长哎，现在不想留回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你们比较喜欢长发？那套好像不太需要看图片就想起来了，真是神奇耶！我是怎么记得的？图片，我怕画错就丢脸了。然后顺便看一下那个好那高的，不对，那个不是好那高的，那应该叫 check 对不对 ？check， 格文的话叫 check， 花纹才是好那高的。就是有一种能量，听起来好奇怪、哦、好像什么宗教一样，不是，就是听他的歌就会有一种能量。我不应该先画黑色，我应该先画黄色，顺序错，应该先上色再画格纹。大家看得到我画画吗？应该是看得到的吧。但机呢，今天还完债之后，我们礼拜五会再来继续做哦。可是要今天还完债，前提是今天还完债，不知道今天还不还的完就是了。可可，现在几点啦？11:21，感觉是有救啦。多分いける。多分。
多分だ、多分。格纹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越来越看得懂格纹在画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无聊就会钻研一下。可是白板笔能呈现的那个精细度还是有一定的极限。只能画个大概这样。格纹也是有分很多种，我发现，就是这样多画几种，你就会发现，其实每种格纹都很不一样。应该只能画到这里。再画下去可能会有点脏脏的。リアリングでしょ。リアリング忘れた。待っててね。はい。有些地方被我省略掉，就是像格纹啊，它。这一格、这一格跟这一格、这一格，其实都是应该是上灰色，可是因为白板笔的局限，就没办法做这么多变化。可是如果色铅笔的话，格纹就可以很漂亮。这样，こんな感じかな。草原の奇跡。はい、デートの衣装。希望本人会喜欢。他不能戴眼镜耶，是我画的很不真实，所以他不能戴眼镜，对不对？你可以戴一下眼镜吗，同学 ？Hello， 强人所难。谢谢哈尼币送的掌声鼓励。嗨。ではでは次行きます。次行きます。
我觉得我擦白板越来越上手了，就越来越上手，不是画画，是擦白板，怎么办？はい、次行きます。次は、待っててね。好像侦测不到，そうか。难度太高。要听什么呢？啊，这个好了，很久没有听这个。这首也算是我爱歌，我爱歌好多、哦。今日はこれにしよう。刚那首歌我超爱，哎，真的吗？开心，哇，那么的歌我都好爱。我觉得被我画得很好笑，完蛋，这跟我的动作不一样。诚心建议白板笔厂商可以出一下黄色的白板笔。不，我每次画黄色画橘色奇怪。次はここで、ここで。我知道等下会傻眼，收到这张图人等下会很傻眼。
错脸是谁？你是谁？这个布丁怎么长耳朵？这不是布丁，这不是布丁。没关系啊，因为我也觉得我画的东西很迷，而且不是一般的迷耶，是超迷的那种。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Pika. Happy birthday to Iris. Happy birthday to you, Pika Pika. Pika Pika. 啊，至于为什么那个蜡烛被丢掉，你就问这百变怪。这个皮卡丘在这里，所以这个是百变怪。这样。你可接受吗？Happy birthday to you, Pika Pika, Pika。呀，那蜡烛被丢掉了，被冒牌货丢掉，冒牌货连颜色都不太对。我很怕我画歪，我说那个百变怪脸的部分。
つも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メガネかけてないから、何も見えない。其实那根蜡烛也是百变怪，不好吧？怪。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大好き。ピカピカ。ピカピカ。はい。戴回眼镜。这世界太模糊了。但我脸上很复杂，你们看我脸上超多东西的，这个角色设定也太复杂了吧 ，Hello， 这角色设定很复杂，不行，变回来，变回来一般的阿潘，嗨，谢谢大家，我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哈，等一下你不知道说什么是因为我画了这个奇怪的蛋糕啊，对不起，这蛋糕看起来真的是很容易就是中毒，不好意思，莫名其妙的蛋糕。那讲下次饮料你请，哎，不要这样子，趁机，这个叫趁火打劫，趁人家生日，趁人家生日要叫人家请饮料，很奇怪，不是应该叔叔请吗？叔叔请饮料，耶！这世界突然变得人太美好，哎，难得。それでも世界は美しい。这好可爱，我是叔叔，大家一起谢谢叔叔。不过我的蜡烛呢？你的蜡烛在这里，被他丢下去了，被他丢掉了，被他丢掉了。我要维糖，谢谢。这个是被丢掉的蜡烛，不是叔叔是熊，谢谢熊熊。I love 熊熊 ，I love 不是。蜡烛小巧思在这，他在这，不是我的锅，是百变怪的锅，是百变怪的锅，是没打蒙，没打蒙，嗨，小蜡烛你死得好惨，嗨，对我给的，爱罗斯。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よい。うわあ、我还了几个债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还到哪里了。我还特别就是把 BGM 停下来，是不是？有没有很惊喜？你有 surprise 到吗？有吗？你有吗？还是你其实没有？你有惊喜吗？还是你没有？快说有，快说有！叔叔来真的超好，我生日那天我岛民的叔叔熊还来帮我庆生，真的假的？人这么好。哦，我一直以为买那个，就是我跟我哥一直以为买骗子就可以用一个骗子，然后玩两个岛，就是我跟我哥可以分开玩。就后来发现那个声友会好像是绑主机的，所以就变成。就是不管买片子还是买数位版都没差，所以我们等了这么久，到底是为了什么？快下单啊，哥！快下单！我期中考考完了，喜马达瓦不行啦，因为存在主机里面。喜马达瓦，个报告，我正在赶他走。你看见了吗，叔叔？看见了吗，阿六，那个任平就要把你赶走，到处送幸福的阿六熊 ，so sweet。所以后来买数位版了，不知道他到底下单了没啊？就是因为我这几天也都没有空玩啊。那个我 ID 78268，大家去快去令我家帮他督更，快去他家督更。欸，不对，好像没有加成那个什么好友的话就不能督更，对不对？快去帮他，不管怎样，快去帮他督更，把他那个把他家的树全部都砍掉。我跟我哥已经说好，我就跟我哥说，我到时候就我们就玩同一个岛，然后同一个人，然后可以玩精神分裂，什么精神分裂，总之我会去摩西，我会请摩西来开一下界限。
不要来偷我水果，交给我，谢谢苹果家的大橘。什么？买光他商店的东西，都买光，都跟。我都拿王子打熊，然后再送他礼物，欲擒故纵。哎，熊熊你看了有什么感想？哎，六熊你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人说这样是欲擒故纵，这招你吃吗？树砍起来，挖他房子，我放路障在机场，可以不要吗？我都去潘潘岛采橘子，真的假的？哦，对，他的岛叫潘潘岛，我想说哇，不胜，都已来潘潘岛。好，我决定，反正不管，我就是要当黑魔岛，我就要取黑魔岛。你们不要先把我名字取走，我就要叫黑魔岛，我不可以跟我抢。然后我哥上去，就是我哥玩的时候，他就是黑魔岛，然后我上去的时候就变黑魔岛女孩，太棒了，精神分裂游戏，真是个好精神分裂游戏。我就跟他说，就是到时候我们就开一条河，然后呢就是开一个界限，然后这个岛的右半边是我的，那个岛的左半边是你的，不要来我这边。岛民应该可以重复是吗？已经不要快跌倒了吗？我觉得黑魔岛很不错耶。什么香菜岛不要，快跌倒其实也很棒，可是我怕我哥生气，快跌倒可以吗？我等一下去问他可以快跌倒吗，他会不会揍我啊？怎么办？我觉得我的头会很痛，我哥揍我都没有在手软的，他在打我头都没有手软的，所以你们才会有现在这个强到爆的偶像。脑袋有点问题，都是被他揍出来，都他的锅，都他，不是我。我很努力的发展我的脑袋了，但是好像有点外力限制。哥哥说你付一半的钱就 OK， 那我不玩了。任性，那我不玩了，不玩，不玩就不玩，谁怕谁？反正我本来就没钱，怎么样？你们要想想，他就是我之前就是白天嘛，白天他要上班，他就不能玩。然后白天其实我也有时候都要上课或者是要练舞什么的，然后就变成说其实我也玩不到，然后回来之后他下班他就会想玩，然后因为他花钱他老大嘛，所以我就还是会给他，然后我就想说，所以我到底要什么时候玩啊？半夜啊，半夜个妹啊，这个妹妹好任性，不要一下玩一下不玩，任性你任性，不玩拉倒。哎，不错哎，不玩拉倒其实很不错哎，我真的听到好像有人把那个把岛把就是那个叫什么岛歌，就是岛上的那个主题曲不是可以换吗？然后有人把它编成大悲咒，然后就每个就遇到每个动物，然后都在大悲咒，我觉得很傻眼哎。啊！谢谢艾若十八六包，虽然我没抢到，咦！啊，没有抢到，没事。不是啊，你晚上不睡，我会睡觉，我还是会睡觉的好吗？大悲咒就每遇到一。啊啊！没有抢到他，大悲咒岛就每遇到一个动物，那个动物就会唱一次那个大悲咒。周同学，你不要晚上不睡觉好吗？今天晚上一定会睡啊。可是这两天又要剪片了，哎呀，不好说。期中考完了，我不信。没有期中考完，我还要剪片，然后还要练舞，然后还有一科要考。其实我没有呀，又没有抢到，哎呦，有，啊，哇！今天的岛每个人都会说不是叔叔，真的假的？天天的岛名字叫什么？感觉就会很糟糕，毕竟他是天天。哎，替身攻击。你都大富翁了，抢什么红包啦？真的吗？我现在是大富翁吗？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大富翁。欸，是欸，我是大富翁欸，我是的阿潘，方方黄黄，不对，我没有方方黄黄 ，Hello， 我没有。肥仔岛，真的假的？他的岛叫肥仔岛，很适合他啦。他不是应该叫什么少女心岛这样？阿潘丢红包，不要！
该庆祝的日子还没到，不丢红包，要有庆祝的事情才要丢红包。这个，再来要画什么？要画阿尔法不知道有抠人模诶，还是我继续画？看一下，那我先画鼠鼠的好了。叔叔，今天是我生日，过了一个多月哦，卡哇哇伊。阿尔法这周好像都是上完吧，好吧。谢谢卡丘送的玫瑰。阿潘丢红包要看节庆，要看农民历的吗？今天要那个就是移发红包这样，然后我才发红包，最好是啦。等一下，我都不知道，我没有臭脸，到底是谁啊？我真的是直接看不出来，这是塞塞吗？我没有臭脸是塞塞吗？感觉很像塞塞会用的头贴，哦，果然是塞塞哦。那很好，我今天不对，塞塞都来了。突然意识到，刚太认真还债，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呢？这样子是不行的，而且你看我们台歌非常就是不是我是说这一台的主题曲很久没有唱了，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这样，请下 BGM。为了七七欠唱一首，两个恰恰好。You and me, only you and me， 见面就笑嘻嘻。我和你就这么神奇，恰恰好在一起。采花蜜，蜜蜂采花蜜，飞到东飞到西。如果你四处采花蜜，恰恰恰恰死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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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看歌词啦。积极又负积极，星期一猴子穿新衣，恰恰好适合你。恰恰恰，飞机飞到青草地，我们坐飞机椅，飞机椅两片才可以，恰恰好两小椅。恰恰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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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的俏皮，多么的诡异，我俩在花丛里，不要太靠近，也不要太小心，恰恰恰好的距离。只要我够快，眼睛就追不上我。我不是臭脸，不要笑嘻嘻。你没救。啊，不对，后面我不能唱，这个我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唱的不太优。画画画，蒙混过这一切。嘻嘻，到底有没有去看过后面那一段歌词啊？真的超母汤的，不是我在讲。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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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小心，恰恰恰好抱住你。很累，真的很累。我是说，这个晃物理晃的时候，其实我头蛮晕的。没有，我是想要跟他反方向，这样就会有那种就是幻影，你知道吗？咻咻咻咻咻，到底是上面那个还是下面这个呢？然后接下来的话，叔叔的话，对，已经奇怪，今天就是一直叫叔叔，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就是这样了。他点的图是我之前去台南玩的，台南玩的时候拍的照，然后呜，然后听说突然变成烟酒厂，我是说，听说之后有人去踩点，然后那个 Are you happy 那只兔子就直接就是不见了。所以那只兔子究竟是有没有 happy 我也不知道，它可能就是 happy 了，所以就离开了，这样好不好？我们要乐观一点，它可能就是对 happy 了。到底在说什么啊？中文超低下欸。我那时候到底是为了什么留长发啊？我现在超级无敌厌倦长发的，就是很不想要再留回去，因为照顾起来很麻烦，而且我觉得我留长发就是看起来很老气，还是你们不这么觉得？我很怕划到我的衣服，我今天穿全白，现在很害怕，你没有感受到吗？都已经划了一整晚之后才说害怕，是不是太晚？其实那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没有发欸，我是说真的，那时候的照片还有几张是没有发的，可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就是不好修吧，就有些照片虽然拍起来好看，可是就是如果要细修的话，其实那个画质都会跑掉，所以就不想 po。哇，还记得那时候是因为大声杯下去，今年到底要不打大声杯了，还在犹豫。我跟现在的学弟们都不熟，然后也很久没有上场比赛了，然后就是跟我当年跟我一起加系垒的队友只剩下一个在打，其实我们也才三个人吧，就是当初一起加系列的人总共三个，然后我们就是一直都一起比赛，然后一起度过了这四年，可是就是各自都忙了，然后都没有办法去打比赛，其实觉得还蛮遗憾的，就是如果我真的选择不打的话，我应该会有点遗憾，可是真的去打了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么希望去比这一次的大胜杯，这样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么想打啦。
因为当初是觉得打球开心，所以才愿意一直打。不然我原本不是当球精嘛，然后现在就是也不需要球精了，然后也没有女球员的限制，也没有一定要女球员上场的限制，然后就会觉得真的需要我吗？这样，嗨，出来咖喱，有个小 ending 也是不错的，瑶打的还好吗？该剪个安利向影片给学弟看，学姐哪里呀 ？sorry， 连年度影片都没放进去吗？年度影片如果要把所有没有放的东西都放进去的话，应该塞不下。你们可能要看个十分钟吧。那个头选你的眼镜切进来，狗没拿下来。说好来冲个活动，阿潘接球，什么什么要接要冲活动，冲什么活动？哎妈的！是我需要接球活动吗？可爱，这套阿六真的超喜欢，真的假的？哇，有他，那你那你，哇，有吧有吧有吧，那你那你 ，Q 你 Q 你，有吧那你，那你有骨头，哇，哇哇哇，ありがとう，やば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やばい嬉しいやばい超嬉しいわー嬉しい急に真的要冲火真的要冲火动啊是日本人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嬉し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吓到我真吓到天哪 Oh my god Oh my god 日本人天哪谢谢本人，ありがとう啊，どうしよう啊，私何もできないですけど，何もできない私。结果被骗了少了一点点，哎，啊，要敏感了，没有，我没有。什么什么，所以缺那个里程数是吗？大家如果有里程数的话，可以帮我冲一下活动吗？哎，还来得及吗？零零零零了，敏感起来不行，结束了啦！哇，惜しい。で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本当に、なんかいろいろ。结束啦，太阳秒，哦，すごい。刚刚那个怎么没画冰淇淋？转移话题这么突然吗？这么突然转移话题，这套很适合我吗？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有被人家说过，就是那个蓝色裙子好像有点太突兀。然后对我就是一个就是很不懂时尚，然后只要人家说不好看，然后我就再也不会穿，就是会不敢穿这样。什么动物之城五万多里程数不是那个。不是那样，不会，我觉得好看，是吗？你，人平均觉得嘞？可是叔叔喜欢，那人平均觉得嘞？我不知道，我很，就是我对自己的穿搭比较没自信。总之，虽然活动没有冲成功，可是谢谢本人，ありがとう。我去回顾一下，好的，等等回答你，好，交给你了。那么，被吓到不知道要做什么。没啦，你少了3000，让我而已，没事，没事，谢谢本人，有这个心意最重要。有自信一点好吗？不好，不好。はい。で次はハーリンコと。
次行きます。希望你要拍一点自信啦，好，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す。阿凡接球，难得又要接什么球？等一下，阿凡接球，阿凡 catch 啊！你看到三分，谢谢本人送的香槟，哇！怎么表现？小时候长怎样啊？我看一下那个，应该可以啊，找到了，还有限时动态典藏这个东西存在，太棒了，对，哇，这好久以前的东西，哇，考古啊，这
这根本是考古啊，哈罗！考古哎、欸，真的是考古 ！Oh my god， 考古，超级考古！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小小潘，我告诉你们，后来为什么都不用小小潘？因为小时候照片就那些，我不可能再回到小时候，然后再继续拍，太难了。大家反正我，我没有想法。画小阿潘就好，大阿潘在我们面前呢、啊。哦，对耶，なるほど，ありがとう，人民君，ありがとう。对啊，为什么我们大半夜，所以现在要听 Lester Dance 才可以穿越一波是吗？结果他放完一次，然后我还没画完，就糟了。我可以听 Mamo 版的 Lester Dance， 这样可以听十次。三十张你眼睛拿拉下来，不是。我手伸到眼镜里面哎、欸，有点痛。这样看起来很痛哎、欸，天哪！好痛哦！好啦，我画图。我小时候哦，没有流啊。点是我不知道没有刘海的人物的话，超尴尬的。可是我只要涂黑就不会尴尬，我懂。对，阿潘那个机制，刚那个独角戏怎么回事？全都会绑辫子吧。呆毛超多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眉毛长得很凶，超好笑。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其实比较偏内双哎，就是长大之后突然变外双。铁臂刘海不是天生的，当然不是啊，小时候其实还蛮就是。
很内双，然后就是看起来很凶，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我觉得我小时候比现在有自信超多。我小时候就是那种班上那种小霸王，就是那种会追着男生说小声我揍你哦的那种小朋友。长开了这样吗？对啊，可是那个兔牙是小时候就这样，那个就没办法。然后我觉得以前凤眼还蛮严重，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凶的小孩。可是以前不都是就是小学的时候不都是那种就是班上那种很凶的女生，然后会特别就是会有特别多人追吗？超好笑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长大之后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小时候大家都怎么了？还是喜欢那种玩在一起的感觉。以前真的是各种看起来很凶哎，然后到国中也是吧，我记得我国中看起来也蛮凶的，就是大概到了高中之后拍照才看起来没那么凶吧，就是那个气焰整个消掉感觉，超好笑。长大沧桑其实就是我有段时间我会跟我妈说，就是我很讨厌黄色，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啊，我妈就狂买粉红色的衣服给我，然后就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粉红色，我也没有说到讨厌啊，可是就是没有喜欢，然后就是觉得说就是不要一直穿粉红色，就是很幼稚，因为周围的女生都开始穿黑色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喜欢粉红色，可是我不想跟人家一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喜欢蓝色，然后我就从那之后就一直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卡拉钉在那边，超好笑，小朋友的无谓的坚持。所以就会有那个啊，就是最近不是都有那种小孩说什么不就是戴粉红色口罩会被笑吗？就是我以前就也是有这种坚持的小孩，超好笑，就衣服没有搭到我喜欢的，我就是死不出门这样。然后我以前真的就是那种蹦蹦乱跳，然后一天到晚受伤的那种小孩。大家只要看我脚上那么多伤疤，就知道我小时候是多出来蹦蹦跳跳。
哦耶，我就喜欢蹦蹦乱跳。相图，有哎有哎有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的巧，等一下，还有一个角度有眼镜，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是不是？要是要画的像一点，就会有眼镜，是不是？像一点就有了，是不是？生，然后上了国中之后就超不适应，所以就直接变宅宅，就是刚好又屌屌，就是刚好屌屌动画，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又跟班上的女人合不来，然后我就直接变成宅宅，就直接往那条路发展去。然后高中也是就是一笔直往那个方向发展去，然后大学就是又变回来男生路线这样，就是个男孩子。就是个直男，不要用捧的，哎，对，结果这张重点变成如何帮小阿潘戴上眼镜，不是这样。什么精美额头，小男孩都抖哎，哦，我知道啊，那个小学的时候不是就是会有女生会冲过去，然后会打男生的背，打超用力那种，我嗨，我小时候超喜欢打别人背，打很用力的那种，我操，这样打下去丢脸，打我！哎，我打人很痛啊！来，背给你打，来啊！天啊，我小时候没有你这种同学，你要留下心理阴影哎！你还是阿潘哥哥什么？阿潘哥哥，小阿潘头上有两根呆毛，告诉你，我小时候头发很毛，就是跟现在一样毛。就是对，其实就是一直都很毛，然后以前就是也没有刘海，所以就是那种稀疏的几根刘海就啪啪啪乱长。打人很痛吗？那还是比较好的手术，打人很痛哦，很有名的哦，可是很有名的锁镜大哦，很有名的阿丘巴哦。奇怪的小学，握手会该换了，呆毛乱炸，对。肚子也会被拍被戳破呢，哦，不会，我不太会去戳人家肚子，我就是打人家背而已，顶多就是这样。小何就是个小男生，到处跑，这样打有刮痧效果吗？就是会跟人家比赛说下课我们谁先跑到溜滑梯，谁先跑到那个荡秋千那边那样，会跟人家比赛那种。哎，你跑很慢哎！然后那种，然后就冲超快，
什么顶多这样，被打得很痛好吗？ごめんなさい。我就怕常常被戳，但是我小时候就不知道那，就知道那不是什么恶意。通常不太会有什么恶意啦，小朋友。小时候朋友一直要跟我打架，然后我踢他，可见他手段。天天从小就这么恶质，天天。我下课都被禁足，天天从小就拍，这根深蒂固哎，从小就拍，好害怕哦，天天。好害怕，离我远一点。隔山打牛，隔天踢断腿。他的踢，他的那个飞踢啊，是有时，他是有延迟的哦，跟直播一样会延迟，画面延迟，然后他踢下去，隔天才会见效，什么鬼东西啊？小时候都觉得下课趴在桌上睡觉人比较帅，是吗？哎，对呀，真的真的，哎，真的啊，真的真的，哎，对，以前那种班上比较受欢迎的男生都是那种，就是小学比较受欢迎的男生都是那种，拢点点啊不爱恭维款，大概同学反射弧太长，那个反射弧也太长了吧，就都妈得，就都妈得，嗨，那么。我要来念榜了，于是我们欠了三张的阿尔法，没问题的，阿尔法慢慢来啦，真的，我不会在意，就是我觉得你方便就好，因为本来这个奖励就是要送给你的，就是也不是一个什么例行公事啊什么的，主要是希望可以让你开心这样，本意就是让你开心。所以等到你有空再跟我讲，然后我再帮你画就好，没关系。下班那休困较重要啦，知无？爱食好爸爸紧去困，像我等下就要直接困，哎，唔对啊，袂洗身躯，呜，太高贵。想到我以前都是没在说话。以前不是都有那种吗？就是那种对那种酷酷的装酷。我没有国小跟人打架就被踢脚，就破了花。What？ 朋友还健在吗？大家小学怎么都这么危险？天天天生神力。哦，笑时间差攻击。拿石头互砸怎么回事？拿石头互砸，你们好可怕哦！为什么这样？拿石头互砸。不知道哎，我国中那个一起读书的同学啊，然后现在变得超潮的，就是男生哦，然后就是开始会。就是我以前认识的他，就是跟我交换小说看的那种，然后一起读书，然后会偶尔会吊郎当，会画个插图这样，就是一起读书的好伙伴。然后结果他现在就是大学生嘛，然后就最近看到他的状况，就是他是烫头发，然后还染头发，然后还化妆，还去染眉。我就哇，等一下，这个人，这是我认识的同学吗 ？Hello， 同学。结果隔壁班的女生都一直爱叫我名字，超级嗲声的，还我讨厌被叫本名。感觉月月就是那种超受欢迎哦，都是被讨厌那个。为什么会想？不要怕被打扮，什么没礼貌？觉醒开关被打开，真的开关被打开了，好可怕，大家都不认识了。我都不认识他了，虽然我也是啦，我就是我上高中之后就是开始比较会注重自己的外表吧，就是上了高中之后开始会打扮了，然后因为就是学校没有在家附近嘛，就是每天都要这样通车，然后
同学每个都很潮，有没有？然后就开始会稍微打理一下自己，就是某一天在路上遇到国中同学还有国中老师的时候，他们都认不出我，哎，我觉得超傻眼，觉得超傻眼，就想说，奇怪，我变那么多吗？小学都跟女生当朋友聊天而已，就一般朋友，越大越没人要。不过后来上国中就改变了自己。高中渐渐开始有真心的朋友，很好啊，慧香。最傻眼的是别班的打架，拿一把镰刀出来，然后砍自己，欢乐。高中开始化妆，现在是不是上完了？哦，我高中没有化妆，我大学才化妆的。高中为什么要化妆？高中为什么要化妆？小时候话超多，现在变很内向。嗯，我好像也是有点，就是我小时候是那种话超多的，然后现在就是觉得就是反正多说也是多错，就还是不要说话好了，就是有点心累这样。哎，那么我要来念榜哦。念完榜，大家就赶快休息吧。嗨，行きます。今天的第十五名是 You and me, only you and me。只有在念西西的时候是唱歌，哎，好奇怪，真是糟糕，可可。有时候会发现对的话说一句就够了，对啊，不管怎样，我觉得现在自己觉得快乐就好啦。是的，再来第十四名是啊龟仔，啊龟仔啊龟仔啊龟仔，ありがとう。再来第十三名是 Iris， 是即将要生日的 Iris，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Metamon。应该放一下没打蒙之歌吗？明明人家喜欢是比卡丘，然后我一直在练没打蒙，然后再来第十二名是加速，现在加速最近都有来看我，ありがとう。然后再来第十一名是豪哥，现在是豪哥，豪哥今天默默的听我飙了一堆日文，还用日文回我，真的是超级傻气，ありがとう。再来第十名是 Happy Love， 虽然 Happy Love 今天大概有大多的内容都听不懂，但不要在意，不要在意这种小细节，你只要知道画图很开心，然后 Happy Love 以后要陪我一起画图，这样就好。哦，我真的有想要，就是因为现在就是闲在家里嘛，然后之后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想要稍微再钻研一下关于画画的东西，到时候再麻烦 Happy Love 教我一些东西了。Say bye，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再来。第九名是啊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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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我成为岛民之后，我看一下我岛上有没有啊六，然后我就下次直播再报告给大家。如果岛上有啊六的话，就麻烦大家把它除掉。哦，不是开玩笑，我是说，大家好好照顾。不是。再来，第八名是月月耶。因为今天是那个十二点前，但是那个妈妈的《Hikari Sasuho》的发行日，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台湾才会到货，但希望我可以顺利买到。哦，希望妈妈呀！我好像昨天还前天还梦到去那个就是妈妈拍 MV 的那个采石场那边。就是我还梦到我去那个采石场那边朝圣，超好笑。哦，对，我还要早一天去那个，我这几天还要早一天去看浩哥的生日祝福。你们有看浩哥吗？浩哥这几天生日，然后他工作室就是给他一个 surprise， 然后大家可以去他的频道看一下那支影片，我觉得超好笑。那这阿六喜不喜欢偷穿制服？真的假的？新义安和那个吗？对，我要去看，好棒！不是被泡泡梗吗？对，超雷！他留言说今晚下架。Hello， 解约了就这么快下架吗？不可以这样 ！Hello， 等一下，不是 Hello， 我是看到去造船厂拍摄踩点，我想去踩点。广告商的太快了吧？当初不是说一个月吗 ？Hello， 我还没踩耶。
然后再来第七名是朱莉安，谢谢朱莉安，阿里嘎多。再来第六名是青苹果，谢谢青苹果，这是什么神奇魔法阵？神奇魔法阵 ，Hello， 满满七七，可以多一个阿帕吗？阿里嘎多。然后再来第五名是 Marty， 谢谢 Marty。嗨，喜欢我画的没有很像的衣服，你会喜欢。再来第四名是羊，我会再想想看，我要去打杯赛的，对，我会再努力思考看看的。可是昨天去了不一定会上场啊，就会觉得还不如就是去探班一下就好了。然后再来第三名是阿尔法，阿尔法上班辛苦了，之后再慢慢还债，没问题的，阿潘不会，阿潘不会累，不用担心。再来第二名是庄水水，阿里嘎多，庄水水。这种人真的会想气话哎，这个真的是撩妹高手，大家可以教一，大家可以学一下撩妹高手，撩妹高手。但第一名，多介绍，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谢谢本人成团，谢谢本人成团，本当にいろいろ、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然后下一次的直播是礼拜五，我会准备好很厉害的图。给本人生快乐，什么？怎么是那边？对，礼拜五晚上哟，礼拜五晚上我就真的就考完了，耶，就解放哟，噔噔 ，Friday night party night， 嗨，那么。大家礼拜五见，谢谢大家今天陪我这么久，哎，默默就开了快三个小时，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我已经超出直播时间超久了啊，什么神奇的加班时间？好，总之大家辛苦了，阿里嘎多。那个灯箱延到5月14，谢谢人豪，我会找时间踩一点的，阿里嘎多，おやすみ。